来宾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今日嚟到肇庆鲁迅纪念馆，一齐嚟回顾鲁迅先生嘅一生。首先，我哋有请本馆副馆长张贵先生发表讲话，有请。大家好，我爷爷叫做张润土，佢系鲁迅先生嘅童年好友。而我爸爸叫做张水生，佢细个嘅时候，鲁迅先生曾经鼓励过佢话：知识可以改变命运。不过可惜我太爷啦，我爷爷啦，我爸爸最后都冇机会读书。嚟到我呢一代，我立志唔再行佢哋嘅旧路。喺1959年嘅时候，我喺肇庆呢度第一次见到周海英先生，自此就成为咗挚友。我哋嘅祖辈因为阶级、时代、战乱种种原因而彼此隔绝，但系呢份情谊并冇断裂到，而系俾我哋下一代重新延续。好，请大家用热烈嘅掌声欢迎我嘅好朋友鲁迅先生嘅仔周海英先生。缘分是一件很奇妙的事。我和张贵先生认识了27年。我爸爸是一个很念旧的人，他说过，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爱与诚。我爸爸原先学医，之后转向文学，几番转折是基于他对人民、对社会、对国家的爱。而通过这份诚，他努力写出人民的真实面貌，探索灵魂最深处的诉求，通过文字去鞭挞社会，目的就是让人民之间看清彼此大家的真相，从而作出思考，作出改变。有一些人虽然过了身，但仍然活着。我爸爸在他简短的一生里面，有个彷徨，有个呐喊。为了唤醒那个时代的新青年，他不惜以虚弱但依然挺直的身躯，立于时代的风口浪尖。今日中国将要面对一个新的将来，我希望在座各位的朋友、学生能够延续我爸爸这份的精神，勇于破旧立新，勇于追求理想，本着爱国的心去创新求变，成为一个真正精神界的战士。人民违抗变幻，天阔地大同声呼喊，落难绝不简单，气气着未复平淡。从前萌芽那信誓，感到着未谢的花蕊，飞雨流言何须畏，艰苦只字不提。谁彷徨谁犯错，